阿莲啊，我啲洗咗个衫嚟啊！系。唉，我可以唔该晒你啊！好叻仔喎！你今个星期六系咪冇问题噶？嗯。哦，你话个恳亲会啊？得噶啦。到时要整定啲草饼同埋糕饼喎。冇问题喎，唔系话我认叻啊，我整糕饼系最叻噶啦，你放心啦，我唔会输俾其他同学仔嘅爸爸嘅。 其实人输都唔系咁紧要嘅啫，咩唔紧要啊？如果爸爸赢咗咧，好多同学仔都会羡慕阿莲你噶。好啦，再开始准备作战啦。一言为定。嗯，一言为定啊。唔该晒你啊。晨早流落喺度搞乜鬼啊？星期日朝早打扫同埋洗衫呢啲都系电山家嘅规矩嚟嘅，系嘛？系啦。你又系嘅，瞓到而家先起身嘅。 乜你冇地方去嘅咩？你知唔知啊？我一个星期六日啦，每日都周围去，鬼死咁辛苦，咁难得星期日可以瞓晏啲啊！呢啲系我嘅规矩啊！啊，咁啊真系难为你啦。嗱，唔该晒。喂，等阵先啊！呢啲嘢好似系我嘅喎，呢度仲有啊，有冇搞错啊？ 点解你会抌埋一齐洗噶？因为我哋一家人啊嘛。嗱，喂，你唔搞错啊？接住啊！俾你啊！你嚟咗啦，高原小姐，估唔到你会咁快翻到嚟日本嘅。 因为我要翻嚟出席酒店新开设嘅专门店嘅招待会。啊，原来系咁样。唔怕老实同你讲啊，我真系好惊啊，估唔到高原小姐你真人同喺电话度系完全唔同嘅。我哋可以入正题未啊？好啊。之前喺电话入边，高原小姐你话过要我进一步办理呢一件事。根据我嘅调查，而家有关适合配偶呢项条件，佢已经符合咗嘞噃。咁经济能力方面呢？ 我曾经委托过调查公司查过关于电山间公司呢3年嘅业务报告。哦，根据报告，电山间公司呢3年嘅经济状况不佳，我认为可以用呢一点作为佢唔符合充裕经济能力嘅最佳证据。系嘅，我明白啦。呢一啲证据相信会非常有帮助嘅。 好啦，食饭啦。食饭啦。嗯。攞俾佢咯。嗯。多谢你啊。俾你嘅。 你系店长啊？系，咩事啊？我系山手空间设计事务所派嚟嘅。空间设计？系啊，讲翻正题啦，呢一份系贵店嘅改装计划。 喂，咪住，我唔明你讲乜嘢噃？我咪讲过咯，你哋委托我哋改装铺头啊嘛。改装铺头？系啊，根据你哋提供嘅资料咧，你哋隔篱有间类似嘅小酒馆，肯定大家嘅竞争会好强烈啦。
我哋隔篱啊，的确有间类似咁嘅餐厅嘅。所以你哋就要谂下改装啦，将隔篱云象轩嘅客人全部抢晒过嚟。冇错，就系咁样啦。喂，咪住，我哋呢度系云象轩喎。乜呢度唔系西洋亭嚟咩？先生，西洋亭系隔篱嗰间哦。咁啊，真系唔好意思啦。打搅晒。喂，佢搞乜鬼啊？咪好似佢所讲，西洋亭嘅人想嚟抢生意咯。咁嘅，我系 K Panning Never 嘅电山龟太郎啊。请问贵店唔知道有冇需要进行改装咁样咧？不过睇落间铺头咧咁新，又唔使进行啲咩改装噶啦，系嘛？我哋有事请教啊。请讲。点样啊？非常成功啊！连约都签埋翻嚟，签埋约啦。不愧系社长啊！不过话时话，咁呃人唔系几好喎。你喺度讲咩啊？我哋咧只系运用手腕同埋触觉，将间铺头改头换面，咁咪各得其所咯。大家都有得益噶。咁又系嘅。不过其实咧，我哋空间设计师嘅工作同编导真系有啲似嘅。全部预算是300万日元啊。虽然不是什么大生意，但只要不断有客路的话，公司很快就会重振雄风的了。真的好了，龟太郎先生，你又试变回以前的龟太郎先生。那是什么意思啊？好。喂喂，我是电山。我知道了。阿纯呀，麻烦你揸架车翻公司先，我仲有啲嘢做。根据你所提供嘅资料显示，喺前年、旧年同今年嘅上半年度，营业收益连续5期一路下降紧。明确啲讲咧。即是照现在公司的营业状况，电山先生将会被判为未能够拥有可给予玲朗适当生活条件的经济能力。公司的情况的确不是挺好的，但是只要多返啲 order 的话就会重上轨道的。相信你还记得的那份合约的确是列明了以玲朗的生日为限期的。请恕我直言，要在玲朗的生日即是6月20号之前要提高公司营业收益到前年的水平真的很困难的。亦都是因为这样，照目前的情况看来，玲朗的抚养权会归高原女士。我明白了，要提高收益直至前年以上，我一定会尽力达到的。那就好了，我会向高原女士的转达的。大家晒。直至黄金周之前，大家的成绩在图表见到了。接着是呢，为将你工作更加新鲜，大家所负责开的区域将会调换一下的。是拿着，希望大家在新区域继续努力。啊，维川小姐在院之内，你好啦。维川啊，你过来。这个地区呢全部都是大公司来的，所以你要努力一点，重上第一位置啊。所长啊，你不公平。你在这里讲了什么啊？我只是考虑一下个人的能力而已嘛。是的，至于还未有名单的同事呢，就过来这边了。有什么问题啊？你没去过吗？不是啊，我去年找工作那时候每天都去的。哦，那就好了。全部都落选了。要在6月之前做到3000万的生意啊？我们只是做了一些细微的功夫是没用的，要趁经济不景气那时候进攻，一定要重振雄风先得噶。哎呀，但系突然之间要做成3000万嘅生意，就算喺经济最蓬勃嗰阵都好难啦。更何况啊，系而家咁环境，系咪啦？我哋一定可以做得到噶。不过话时话，如果只系做餐厅时装店，冇可能做到咁大嘅生意额噶。啊，
我一早就讲过要识得变通㗎嘛。係啊。好弹子机店啊。係啊。听讲超级连锁店嘅朋友呢想搞新事业，开设迎合女性嘅弹子机店情报站。如果攞到呢一单生意嘅话，3000万yen呢係举手之劳啫。不过我哋公司規模咁细，又未必可以攞到同一单生意㗎噃。咁呢一层呢你睇下。所谓女性事业部长啊，35岁同我一样大啊，哎呀睇落个样同有几分相似。你睇下呢度写明㗎，因为新开发事业是新挑战，所以无需理会一贯的次序和惯例，只要有好意念，公司外的人亦可以参加。嗯，仲唔快啲攞个计划书俾女部长睇下。我想找營業部的神奇部長。不好意思啊，請問你有沒有預約時間？咁啊，麻煩你幫我留個 message 俾佢啊，有個暫身意念。同行家有衝突，由我直接處理啦。至於其他嘢，你幫我去準備，遲啲都唔緊要嘅。拜託曬，打夠曬，打夠曬。我係 K Panning 嚟嘅。5分鐘啫。登咗一篇訪問稿之後，好多人攞計劃書嚟啊。我俾5分鐘你。不过5分鐘不够的。3分鐘就够的了。我希望你望一望这份计划书。原来是这样。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最似样的。但是他未必可以吸引到行过的人。部长够钟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吸引内行人的计划，而是想令工作繁忙的人停步。你们回去再做多次。不过我想都不会有下次的。请你等阵啊。石部长，请你等阵啊。其实我都好欣赏法兰雷特位置嘅。究竟点解你会知道我喜欢佢嘅？你嘅毕业证书系威斯康辛大学，而建筑师莱特就喺嗰度学土木工程嘅。唔单止咁，墙上嘅相系佢出生嘅地方里克蒙。系咁，仲有咧，仲有张凳，我只系曾经放喺莱特嘅代表作。亦即系话系建筑物落水桩里面嘅复制品，讲得几好，嘥咗你好多时间啫。今晚7点开始，我哋总部会喺 Dates 酒店开舞会，6点半嚟接我。啊！你真系好犀利，认真博学多才啊！其实我都系靠估嘅啫。啊！又回来这里了。好对不起。维川，是不是维川啊？安田前辈啊。麻烦。维川啊。看来你都好辛苦喎。就算辛苦都冇办法㗎啦。搵咗工咁耐都搵唔到。真係唔知做乜，居然连婚都结埋。结咗婚啊？哦，唔係，冇嘢。安田前辈啊，你当係帮下你呢个师妹我啊。嗱，呢个呢就叫做揼骨姐姐仔按摩机。点啊？
帮衬买翻十个八个啊，好唔好啊？咁舒服。咩话？你要我帮你买翻十个八个啊？哎呀，我都想帮你，不过最近咧好手紧喎。咁冇办法啦，岸田前辈以前喺学校都系咁样。唉，枉我当年仲借笔记俾你。咁啦，虽然咧我唔能够帮你买，不过可以介绍客人俾你噶嘛。你讲真噶？今晚咧，我公司嘅总部为招待客户会开个舞会嘅，总务部嘅部长都会出席，可以嘅话。我去啊，我一定去噶。翻去咯。拜拜。玩得几叻啊！咩话？你翻唔到嚟啊？系啊，真系好忙啊！阿莲嗰餐晚饭咧，拜托你啦。哦，我啊冇所谓。不过你直接同莲仔讲啦，吓、啊。对唔住啊，你帮我同阿莲讲啦，系咁先啦。个西装几靓啊！你似乎都挺有品味的噃，嚟攞嚟行啦。唔理啊，呢度冇咩好玩啊！你讲咩啊？又系你头先自己话有女伴同行嘅。参加舞会一直都是我的梦想嚟嘅。唔好意思啊，是咁嘅，我同食品营业部有位叫岸田先生嘅约好咗噶。哦，请你等等下。唔该。不如咁啊，我帮你放好啲行李先啦，唔使啦。慧川啊，前辈，等阵先。你着成咁样嘅？有咩问题？我谂住嚟呢度系搵生意噶嘛。咩事啊？哦，冇嘢。前辈啊，快啲介绍啲客仔俾我识啦。啊咁嘅，你喺度等阵先啊，咪就系啊。啊，唔好意思啊，请问你啊，边度有电掣啊？啊吓？在那边笑得很大声的那个就是新十董事，有关今次的弹指机电计划全部都是由他来决定。啊
虽然俾传媒大众嘅印象系我全权负责今次嘅计划嘅，但系实际上并唔系咁样嘅。虽然我系首个女性管理层职员，不过公司仲未完全信任我，我要谂下计。点解你要将呢啲嘢话俾我知啊？因为我想同你组成拍档。唔知龟太郎先生喺边度咧？系咪觉得好舒服呢？好啦，到另外一边啦。哦。点啊？痛唔痛啊？一阵间咧，姐，唔好意思，我走。喂喂喂！喂，你走嚟度做乜嘢啊？点解会喺度噶？你点解会喺呢度噶？我嚟做嘢噶，我个前辈喺朋友做嘢，佢带我嚟呢一度。好啦，到你讲啦。咁嘅，其实系我带琴理佢嚟呢一度嘅。你边个？佢系龟头龙先生公司嘅纯也，你见过噶？龟太郎先生他应该来了的。在这里啊。你想吃什么东西啊？走开一点。这样不是挺好的。为什么在自己太太面前这样？原来是这样，有外遇。外遇？等一下，那个人是生意客户的部长来的，龟太郎先生为了要谈定生意，所以才会陪他来的。所以呢，是为了工作，并不是有什么外遇。这个女人真的很有韵味啊。龟太郎先生喜欢这样的类型的？不要乱说啊。琴理啊，无论他是为了做事还是有外遇，他做什么都不关我事的。等一下，喂，不要误会啊。我哋走啦。啊！我想单独两个人继续落去。佢真系为咗工作噶咋，唔系外遇咧。你唔好误会啦，你信我啦。喂喂喂，佢出咗去啦。啊！跟住佢哋咯。啊！哎，家姐啊，你又做乜嘢？仲快啲吓！我都话同我冇关咯，系咁算啦。走咗去啦。呢个似系客房用嘅、哦，咁唔通系去幽会？今个星期六18号系小学恳亲会。大家会同爸爸一起做糕点同埋做糕桥，各位爸爸请于11点前到达学校集合。哦，龟太郎啊！哎呀，咁迟翻噶？咩事啊？龟太郎先生，一齐话你知啊。琴理，咩啊？唉，唔好意思啊，我觉得好攰啊。琴理，你快啲翻去啦。家姐啊！喂，做咩啫？
我哋开始啦。呢样嘢其实我唔冇时间啦，快啲过嚟啦。唔得噶，我系唔可以噶。开工咁就会比较方便啲嘅。开工？我决定咗啦，改良你嗰份计划书，再交俾山心批完。吓？我头先咪讲过咯，我打算揾你做我嘅拍档啊嘛。要成功做好呢件事，唔单止会咸头嘅，仲要有成绩，令到佢哋承认我嘅能力啊！咁样对你一样有着数嘅。我明白噶啦。咩话？有外遇？而且仲喺自己嘅太太面前添啊！话晒出嚟个男人，又系我个仔嚟，受唔住诱惑啊，可以理解。但系咁样始终都唔系几好嘛。就算佢系搏老命咁样。搏老命？啊、我都是咁啱听到嘅啫，佢同律师有个协议，要喺6月20号之前将公司嘅业绩回复，如果唔系高原小姐会带走莲仔。啊？总言之咧，将以上咁多条线连埋一齐，原来系咁，基本上都冇咩问题噶啦，剩翻落嚟所有嘢就交俾设计师做啦。你放心啦，你结咗婚噶啦？系啊，不过已经离咗婚啦。系咩？我一啲都冇估错。啊？我冇其他意思嘅，只系曾经听过好嘅空间设计师多数都离过婚嘅。因为我哋工作系为人哋制造令人哋觉得舒服嘅空间啊嘛。所以知道离婚那种令人不开心的空间反而对设计是有帮助的。可能是这样都不奇怪，我不客气了。有没有仔女？有个6岁的仔。你有抚养权？嗯哼。原来你是一个对家庭事业都这么重视的人。或者是啩？我不会信任这种男人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样是不可能，家庭和事业根本是两样东西是对立的，如果不牺牲一样，不可能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不是？我只会信任那些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都会以工作优先的男人。修改好份计划书之后，明天就交来给我。听日啊？唔可以啊！冇问题。我同山心约咗10点见面嘅，记住到时攞嚟公司。10点啊？山心仲忙过我好多嘅，所以机会只会得一次。我知道噶啦。我翻嚟啦。喂，泰罗先生啊！喂，纯友，乜你嚟咗啊？哎，啱啦，开工啊！啊！神奇保咗佢听日咧会向山心董事佢提交我哋呢份计划书噶。咁唔通你同嗰个部长啊？咩啊？咁嘅，我哋见到你哋两个入咗去酒店啊！哇！乜你谂埋晒咁污糟邋遢嘅嘢啊？头先咧，我哋只系嚟研究点样改进呢份计划书嘅啫。原来咁啊！好啦，开工啦。喂，泰郎啊！啊，老豆，阿莲嘅事拜托晒你咯。我知道你要做嘢。不过睇下个仔唔会嘥好多时间嘅。老豆，麻烦你睇咗佢成日添。得啦。
知系咪我谂过龙啊？啊？你好似变翻以前咁样，我唔系好明白啊。你以前啊，一味挂住做嘢，乜都唔记得，时时唔翻屋企瞓，就系因为咁，冇咗个老婆同个仔。你太敏感啦，我而家已经完全唔同晒噶啦。系咩？咁咪最好。我哋走啦，下楼。走先啦。嗱，我负责说明顾客嘅对象啊，其他嘢摆到晒你啦。系。好啦。嗱，哇，嚟啦！辛苦晒大家，我买咗啲嘢翻嚟啊。哇！呢碗你嘅。唔该晒。呢碗你嘅。信也。系。你睇佢咩事？系。我首先会汇报预算同埋作出简单嘅说明，之后计划嘅嘢所有靠晒你啦。我明白噶啦。唔好意思。你哋请坐。系。好啦，到齐啦，开始啦。系。请各位参考手上的资料。资料上面所显示的就是我们打算发展的赤坂劲步劲弹子机店。这三间是我们在去年成功收购的弹子机店。我们发现利用改善了的经营手法，店铺的营运费比起之前用的系统缩减接近三成。利用这笔钱再做投资基金，已经可以促成今次各间店铺的空间设计计划了。关于这点可不可以详细地讲下呢？当然可以啦。请大家首先参考附加的资料。大堂是女子俱乐部大堂，大堂设计的特色就是设有为女性顾客的设备，包括有银盘、按摩器、衣帽间等，都是为女性而设的。由你整啊？是美嘉啊？好对不住啊，爸爸有事不理得啊，等媽媽幫你做啊。等老師幫下蓮仔手好唔好啊？嗱，首先呢要搞勻啲嘢喎。哦，喂蓮仔，喂，對唔住啊，我遲咗啊。真係唔好意思。阿老哥哥。啊，幾叻仔啊。有关以上报告的事项，请问有没有问题呢？关于店铺设计呢，我想知道公司现时女性顾客做对象的弹子机，总共有多少座？喂，不要周围望啊，用你的禁室啊，我不是动了就不行了，快点要固定它啊。
上就是我负责报告的部分，跟住落嚟嘅时间，我会交俾 key planning 嘅。等阵先啊。系。唔好意思。系。等我一阵啊。系。喂，请问边位？哦，他系我知。好啊，好啊。实业部长，我有啲嘢要做，我想走先。你讲咩啊？轮到你出场咯。我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噶。边度啊？系我仔嗰间学校。我仲以为有咩咁紧要添。你咁系咩意思？我讲过啦，如果唔肯牺牲，就唔会得到想要嘅嘢嘅。你知唔知啊？如果唔牺牲一啲嘢，就冇可能得到真正想要嘅嘢。你以前啊，成日挂住做嘢，乜都唔记得，连屋企都唔翻嚟瞓嘅，就系因为咁，冇咗个老婆同个仔。系啦，今个星期六你冇问题噶嗬。啊，你话肯出会啊嘛，我记得噶。一言为定啦。嗯，一言为定。唔好意思，你继续讲啦啊。系。跟住落嚟，我哋请 Key Planning Network 嘅电山先生讲解一下计划嘅内容。应该都不用怎讲解，参考这份报告应该就会明白了。我收回先。我喂你对不起，失陪一阵。你到底搞什么鬼啊？真的很对不住，无论怎么我都一定要走。你说什么？有没有经大脑的？今次的机会不是成日有的。我好多谢你俾个机会我，我十分，好对唔住。阿莲仔，搞掂晒咯。嘿，咁多位，请过嚟呢一边集合啊！喂，去啦，啊，行啦。嗱，跟住落嚟咧，就系请各位嘅爸爸进行高桥比赛。有信心嘅爸爸，唔该你哋举下手啊！好，好啊，好啊，仲有冇啊？好啊，莲姐，睇下我功夫啊！吓，你得唔得噶？梗系得噶啦，老师，我要参加。莲仔，睇住，睇个表演啦噃！预备好未啊？预备好开始啦！各就各位，预备！喂，有啦，你有啦！哇，比赛开始咗啦！各位同学嘅爸爸都好努力喎，睇边个可以赢第一先。连生先生，我冇事，我冇事。先生，我帮你啊。阿玲啊，我迟到咗啊！终点在望啦，你睇下佢。好。好啦。老豆。哦。哎呀，龟头龙，乜你咁迟噶？你出嚟咁大年纪，跌死你啊！好啦，等我嚟。而家年仔个爸爸，佢亲自上阵喎。爸爸的
姐，今日开唔开心？嗯。嚟，你都饮杯啊！好，唔该晒啊。真系丑死人喎、啊！仲话我脑啊轮轮顺顺，你咪又系整伤？你又同我讲，个高桥啊，如果系我整嘅话，就唔会咁唔稳阵啦。喂，莲姐，攞啲啤酒嚟啦。嗯，今日大赠送饮两罐啦。阿莲啊，攞啲冻啲嚟。好。生意嗰方面点啊？都唔系啲咩大生意嚟嘅啫。系啦。我话你好似以前咁样，真系好唔好意思。算啦，钱可以搵过啫。其实煮佢啊，哦，唔该晒，好，唔该晒你啊。来啦，饮翻杯。嗯，来为我哋干杯啊！做咩干杯啊？为爸爸得第二干杯。得第二干杯。冻啊！爸爸都系为咗你整七条腰啊！攞嘢食啦。咩嚟噶？草饼啊！哇，草饼啊，好味喎！我食啊！有啊，我要呢嚿。呢嚿啊！